OK， Sweet TV 有些朋友聽漏了，基本上 Sweet TV 就是因為我們要有新一代的底板出了，所以我們所有的 Sweet TV 就會用新的底板，因為要寫那些程式，因為有些 bugs 的有些繁殺新底板，可能要需要四五個禮拜，大家稍安無躁，你們所有的單我其實都是有 keep record 的，都沒有忘記大家的。